他要去医院吗？对，他选择了我带他去。好，我们一起说 Kenny 加油， Kenny 加油。睁开眼睛，哎，不揉不揉不揉，宝贝，睁一下，睁一下，我看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睁开了，啊，睁开了，好了，睁开了，睁开了。哎呦，金宝好乖哦，金宝没有哭哎，好乖哦，金宝。哎，马跟蝴蝶能讲话吗？语言不同，不能讲话。不能讲话，那马它可以跟谁讲话？马。你有这么好学不倦呢？金宝找心怡妈妈是不是？那我们给心怡妈妈打电话。医生怎么说的？一定要滴，对不对？嗯。不滴的话会怎样？不低的话呢，越来越严重了。严重的话就是看不见东西了，是吧，小朋友？哦。哎。他要去医院吗？对，他选择了我带他去。我现在去换衣服。星妈妈，你为什么要穿衣服？我要带他去医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跟你说，亲爱的，我今天晚上要带 Kenny 去医院，他眼睛很肿，如果不治疗的话，明天可能就会更严重，所以我等一下陪他去医院。那我今天晚上那个孙悟空那个故事，我攒着，我会给你讲。你不哭了，宝贝，你吃的那么香。Kenny， 你的水杯呢？星妈带你去是？对，那他自己挑的，我陪他去。石头来，过来来。西西也过来，西西也过来，小泡芙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吗？怎么了？因为今天 Kenny 特别勇敢，然后他主动要求说他今天去医院，所以待会儿他走的时候，我们给他加油，给他鼓掌，好不好？老公，今晚上小朋友的小星星记得都要给他们画上，然后画个大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给他讲那个《西游记》，因为我答应给他讲，有点来不及啊。好，如果。谢谢我尽量。然后今天谁用洗澡，谁不用洗澡？都要洗脚，都要洗脚，是不是？他们的穿的睡衣都不用换了，是不是？他睡衣都在床头，都放好了，已经放好了，是吧？因为 Kenny 弟弟今天特别勇敢，我们给 Kenny 鼓掌，鼓掌。Kenny 自己要求，好棒 ，Kenny 好棒。那我们希望给 Kenny 一个小星星哦。好，给 Kenny 一个小星星，多一个小星星。跟我说是不是有礼物？对，要送给他。那现在吗？还是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明天早上醒来。现在就选都可以。哎呦，我觉得应该你从医院回来之后，给你。从医院回来，你在医院表现好。你从医院表现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说 ，Kenny 加油 ，Kenny 加油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Kenny 今天真棒，爸爸回去就把小星星给你画上，好不好？你 Kenny 是最棒的小男生，跟爸爸说再见。拜拜。等你回来啊，亲。加油，明天早上哦。嗯。哎，太可爱。再见。我们走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睁开眼睛，哎，不揉，宝贝。睁一下，我看。哦，好了，睁开了。睁开了。其实你要把它粘一粘，是不是？粘一粘吗？对。有粘到，那我帮你撕掉。来。要不要到处都是？对，你看这好脏啊。问题是怎么撕掉呢？还不好弄呢，我看看。哟，金宝好乖哦，金宝没有哭哎，好乖哦，金宝。不能表扬。好了。你也可以再弄，快点。西西也过来了。怎么了？石头，你待会儿可不可以给另外几个小朋友把你看的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？保证等我看这本书我就能讲。你看到哪里讲到哪里，好不好？我就看一下讲哪里好。他在想给大家讲什么，哪一个故事？石头坐在这儿，
好，演讲席那边是听众席，请听众入座。小垫子给你们好吗？好不好？石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完全准备好了。石头哥，我们来讲故事了，好不好？小石头哥给大家讲故事喽。为什么说动物园里有许多大胃王？在动物园，老虎、狮子、豹子食量较大，他们每天只吃夜餐，但每餐要吃掉十公斤猪肉、牛肉，够一个人吃很多天。动物之间也会聊天。动物之间会聊天吗？自己会聊天吗？仔细看，这是什么题目？马跟蝴蝶能讲话吗？语言不同，不能讲话。不能讲话。那马它可以跟谁讲话？马。它只能跟马讲话。它跟驴可不可以讲话？好吧，是同类的动物，应该能讲。西西姐姐想找西西妈妈。金宝，找西西妈妈是不是？那我们给西西妈妈打电话。你看，我们给西西妈妈打电话。但他在路上哦，他或者他在医院打针不能接电话，那就要等他接电话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等他接电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慢慢等一下咯，好不好？对小孩子就要耐心，是不是？你也要耐心。当他要找你的时候，他哭着找你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说不要哭，如果哭我会走开，就告诉他，你就告诉他乖乖不要哭，好不好？好懂事，你刚才做得特别棒，是不是？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没有信号。他在山路上面没有信号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虽然他现在接不到电话，但我们可以给他发语音，是不是？我们给他语音，西西讲语音，我来讲啊，我来讲。蜥蜴妈妈，我是圆爸爸。那个现在呢，金宝和西西都在等你回来啊，但是呢，你路上呢让司机开慢点，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让司机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然后告诉我们 ，Kenny 乖不乖？哎，金宝有没有什么要跟西西妈妈说的？妈妈。啊，你说西西妈妈，我没哭。你说西西妈妈，我好乖，我不哭。妈妈。金宝好乖。到了吗？哎，到了，等一下。给你，我们把身上的汗擦一擦，不要开啊，不要开门啊。我们把那个，来，宝贝儿，来，哎呦，后面全部都是汗，怎么了？你的英雄气概嘞？来，哎呦，妈妈，我好难过。你好难过啊，你看。这酒真的是糊的人都来了，我陪你看病了，看看身边没有大动静，都来见证你的勇敢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么多汗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总是这样，我总。那我准备一见人然后就好不好？我知道会跟你在一起了。没问题啊，什么其实都没有，就是让医生给你看看，然后帮你把眼睛冲洗一下。我为什么 ？Sorry， 我们。哎呀，他这头发怎么会这么多汗？哎呀 ，Sorry， 都是我忘记带内衣了。我饿了，妈妈。这边有风，我们坚持一下。好不好？把头套住。好了。哎呦，要着了风。走，往哪儿走？不要掀开，外边出了好多汗。不要掀开帽子，我们还要出去了。
哪里挂号？这里。啊，大夫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我们来了。来，我们先把外套脱掉。我是看眼睛。我们来看眼睛。看眼睛，眼睛哪不舒服啊？来，把外套脱掉。这不舒服是不是？他是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啊，突然那个眼睛就睁不开了，全部糊住。嗯。然后他就觉得里面有点疼。嗯。拿那个，我先把外套。妈妈，你要干嘛？检查呀。医生叔叔给你看一下吧。看一下你的眼睛到底有没有脏东西在里面。哎，小朋友现在有没有眼睛感觉有点梗啊？也没有梗痛啊，就是扎扎的，痛不痛的，也没有刺的那种感觉。是睡觉起来就痛。睡觉起来就痛，啊，每次睡醒会痛。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睁不睁开啊？有没有那个眼屎？一只眼睛不张开，一只眼睛张开。可以睁开的是吧？这个眼睛张开，这个眼睛闭起来。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情况的？今天早上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。今天早上。有没有发烧啊？晚上体温正常的，啊，我没有发烧。睁大眼睛，往前面看哈，好吧，小朋友，好看一下哈。什么情况？那个现在就是一个结膜，那就是他的那个结膜，哎，结膜是充血的，结膜充血，然后那个。还是考虑一个炎症感染，开点药滴一下就可以了，滴一下眼药水，滴一下就好了。哎，滴一下眼药水。那你要跟医生说，你平时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滴眼药水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医生怎么说的？一定要滴，对不对？嗯。不滴的话会怎样？不滴的话，你要越来越严重了。严重的话就是看不见东西了，是吧，小朋友？哦。哎。所以只要滴眼药水就不用打针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你看。医生说了，你只要你坚持滴眼药水，就根本不用打针。但如果你不滴的话，可能下次还来这里屁股上这样打一针。所以你答应这个医生叔叔，我们回去好好滴眼药水。好的。他是个说到做到的小朋友。现在我今天早上眼睛也是睫毛对吧？是睫毛发炎了。睫毛是睫毛。睫毛是睫毛，我们的眼睛知道不用打针了，马上就高兴。但是你要滴眼药水，你可是答应了这个医生叔叔的啊、哦。还有你看这么多事，你记得帮你见证了，你说了你要滴眼药水了啊、哦。你刚才可是说的好的啊、哦，好吧。然后，你是我耳鼻喉科的。哎，我们是眼耳鼻喉科。你看我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？来这里坐，我看一下那个喉咙，好吧？可。啊，还是有点发炎的，还是有点充血，哎，咽喉壁有点充血。那我也不要打针，医生。打针倒是不用打针，就是开点药来吃，开点药来吃就可以了。我也不想打针。那个，你给我开那个药啊，他就是对那个妊娠会不会有反应？妊娠的话，还是有一点。你现在吞咽的时候痛得厉不厉害吗？吞咽不痛，就是吞咽不痛，然后失声，失声，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干，非常非常的干，非常痒，还是主要是还是那个，有时候有敏感，有时候咳不出来，有时候咳不出来，嗯，最近咳的厉不厉害？最近我反正是都在咳，咳有一段时间了，对，有四五天了，四五天了。就看点药来，看点药来调理一下。请尽量给我开那种就是对那个，就是那个。谢谢。哎呀，太感谢你了！我们去要传，我们去交费，然后在一楼取药是吧？交费在下面一楼交费，然后交费的对面就是那药房。好。
我还看你真的是每一步四层台阶就冲上去飞上去。一般小朋友半夜一般没事不会醒来吧？对，他突然醒来也是意外情况，可能对环境不熟悉。对，像是户外不熟悉就比较会这样，或者白天兴奋过度。对，哎，你都不知道我跟欣压力有多大。因为带别人的小孩，他们就问我们讲说，他说你就是你们自己带别人小孩出去，你会就当爸爸会不会不放心？我说我不会，我们自己都非常清楚，你带别人的小孩出去的时候，他会很紧张。你怎么可能？你带自己小孩，你还可以放松一点。对，就是你看我们带他们，那不是自己小孩，有时候如果是自己的，我可以严厉一点，你不吃你就饿，你不吃好你就饿，饿了之后你就知道要吃。但是别人小孩你不行啊，他两顿不吃饭，你真的压力大到不行。我第一天刚来的时候，我抓着那个西西和 Kenny 上称称了一下体重，然后没来得及让另外两个，我还想说转天让另外两个称。转天之后一是没空，后来我想想我就不敢让他们称，我好怕说他们在这待七天回去变轻了，真的好怕。滚下去了啊，滚下去了啊。跟你说不用洗澡，不用洗澡，好消息就是不用洗澡，只用洗脸、洗脚、擦身体。哎，裤子没脱，你往里放。我想泡脚。我知道，我给你烧水了啊，先把脸洗了。姐姐洗澡，结果他。也就是说，动物尸体是埋葬虫为将来出生的幼虫准备的大餐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C， 是为将来出生的宝宝准备食物。雌螳螂为什么要吃掉雄螳螂？你跟爸爸出来玩，你觉得好不好玩？有，其实有时候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就是一个宝贝，宝贝，不管怎么样，都很好玩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一起就好玩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你的大夫，医生陪你看日出。现在唱。